Standard Course HSK 3，欢迎来到中文学习课堂，一起学习 HSK 三级课程吧。HSK 三级第七课，我跟他都认识五年了。In this lesson, we will learn some new expressions of time and usage of complement of duration. At the beginning, let's review the words of time.We learned before. 首先，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学过的关于时间的表达。如果你的朋友问，现在几点了，你该怎么回答？是的，你可以说，现在十点了。那么这个时间又是几点呢？对，是九点，上午九点你常常做什么？上课。一般来说，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上午九点我们是在上课的。那周末呢？周末的上午九点你会做什么？我猜很多同学可能还在睡觉吧。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时间。这是两点。一般来说，工作日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会在下午两点开始工作或者学习。除了点，我们说时间的时候也会用到 minute, 分。比如这个时间，我们可以说5:30。那这个呢？对，是11:10。这是几点？是4:05。最后一个时间是几点呢？对，是8:15。点和分是韩语里最常用的时间表达。下面我们要再学习一些新的关于时间的表达。先来看看这个时间，这是5:30。我们都知道一个小时是60分钟，30分钟正好是一半。所以汉语里可以用半来表示30分。5:30就可以说5:30。同样的，12:30我们也可以说12:30。好，我们再换一个时间来看看。这是5:15。刚才说了，30分钟是半小时，15分钟是30分钟的一半，也就是1/4个小时。汉语里可以用克来表示。克 means a quarter equals to 15 minutes. 所以5:15我们也可以说5:01。那么12:15呢？对，可以说12:01。再来看看下面的时间，这是6:45。一刻是15分，那么45分是，对，45分是3刻，所以6:45我们也可以说6:03。那么11:45呢？对，可以说11:03。好的，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一刻是15分，那么30分可不可以说2刻？60分可不可以说4刻呢？答案是不可以。汉语里没有2刻或者4刻的说法。
我们只能说一课或者三课。为什么呢？因为60分钟正好是一个小时，是一个整点，我们用点来表示。30分钟是一半，我们用半来表示。所以请大家注意，汉语里并没有两课或者四课的说法。There's no 两课、四课 in Chinese。好了，说完了课，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时间。这是6:55。6:55离7点比较近。还有5分钟就到7点了。5 minutes to 7 o'clock。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差来表示。6:55我们就可以说成5:07。同样的11:45，因为离12点比较近，还有15分钟就到12点了，我们也可以用差来表示。怎么说呢？应该是差一刻12点。在汉语里，如果一个时间离另外一个整点的时间比较近，我们就可以用差来表示。今天我们又学习了三个新的关于时间的表达方法。第一个是半。30分钟是一半，所以5:30我们也可以说5:30。11:30我们也可以说11:30。第二个是课，一课是15分，所以7:15也可以说7:01。10:15也可以说10:01。12:45也可以说12:03。8:45也可以说8:03。最后一个是差。如果一个时间离另外一个整点的时间比较近，我们就可以用差几分到某一个点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比如4:50，我们可以说差10:05。8:55，我们可以说差5:09。10:45，我们可以说差1:11。好，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Let's move to the practice. Please describe the time with 半、课、差。请大家用今天所学的半、课、差的方式来说一说下面的时间。第一个时间是3:30，我们怎么说呢？对，可以说3:30。第二个时间7:45，这个应该用哪种方式说呢？是的，我们可以用刻来说，7:45可以说成7:03。那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说吗？7:45离8点比较近，大家想一想还可以怎么说呢？对，还可以用差来表示，7:45就可以说成差一刻8点。所以7:45我们既可以说7:03，也可以说差一刻8点，这两种方式都是对的。第三个时间4:15，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刻来说，
4:15可以说4:01。下面一个时间，5:58。5:58离6点比较近，所以我们可以用，对，可以用差来表示。怎么说呢？对，是差2分6点。最后一个时间，12:50。这个时间用半、刻、差哪种方式来说比较好呢？我们想一想，12:50离1点比较近，所以可以用，对，可以用差来表示。12:50就可以说成差10分1点。你喜欢上网吗？你每天都上网吗？我想很多人都喜欢上网，每天也都会上网。那你每天什么时候上网呢？老师昨天上网了，老师昨天从10点开始上网，一直到12点。从10点到12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老师都在上网。老师上网在做什么呢？老师在找资料，准备考试。其实不仅是昨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这5天的时间，老师都在准备考试。可是老师为什么也要准备考试呀？因为老师在学习法语。老师从2019年开始学习法语，一直到2020年。这1年的时间，老师都在学习法语。在这个表格里，10点、星期一、2019年都是表示时间的词，但是它们表达的都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2个小时、5天、1年，它们表示的是一段时间 ，a period of time。在汉语里，我们叫它时间段。想一想，我们学了哪些表示时间段的词？比如 ，a moment， 一会儿 ；a minute， 一分钟 ；an hour， 一小时 ；a quarter， 一刻钟 ；half an hour， 半小时。1.5 hours, 1个半小时。还有没有？还有 1 day, 1天。1 week, 1个星期。1 month, 1个月。1 year, 1年。1/2 year, 1/2年。1.5 days, 1天半。1.5 months, 1个半月。1.5 years, 1年半。这些都是表示一段时间的时间段。那么这些时间段的词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先来看几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我每天7点去操场锻炼，7:30回宿舍。从7点到7:30有1/2 hours的时间，我都在操场锻炼，所以可以说我每天锻炼1/2 hours。玛丽去年9月来中国工作，今年9月回国。从去年9月到今年9月有1年的时间，这一年玛丽都在中国工作，所以可以说玛丽在中国工作了1年。第三个句子，上个周末我去北京旅行，住在朋友家。这个周末我回家了。从上个周末到这个周末有1个星期的时间，
这一个星期我都住在朋友家，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在朋友家住了一个星期。这些句子里，半个小时、一年、一个星期都是表示的一段时间，它们用在动词锻炼、工作、住的后面，表示的是这些动作持续的时间。在汉语里，我们用矢量补语表达动作或状态持续的时间。表示时间段的词通常来充当矢量补语。那么矢量补语该怎么用呢？第一个用法是用在动词的后面， subject plus verb plus complement of duration。 比如爷爷每天早晨锻炼一个小时，他每天晚上睡八个小时，小丽工作三年了。锻炼、工作这些动词后面并没有宾语，但是有一些动词的后面是要跟宾语的，比如读课文、写汉字、看电视、学汉语，还有一些离合词，比如跑步、看书、上课、洗澡。当我们想用矢量补语表达这些动作持续的时间时，我们该怎么说呢？具体用法是这样的，动词重复一遍，也就是说两遍动词，矢量补语放在第二个动词的后面， subject plus verb plus object plus verb plus complement of duration。比如说，姐姐每天听音乐听半个小时，她学汉语学了半年了，我做作业做了一下午。除了这种方式，我们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把矢量补语放在动词的后面，宾语的前面， subject plus verb plus complement of duration plus the plus object。 这里的 the 可以说也可以不说，比如他每天学半个小时的汉语，姐姐每天听20分钟的音乐，我做了一下午的作业。大家要注意，这里的宾语一定是表示一般事物的名词。老师这儿有一些短语，请大家不改变它们的意思，换一种说法来说。Use another way to say these words。 第一个，打篮球打了半天，另外一种说法应该怎么说呢？对，可以是打了半天的篮球。矢量补语半天可以放在动词打的后面，宾语篮球的前面。第二个，听课听了一个小时，这个又该怎么说呢？对，可以说听了一个小时的课，矢量补语一个小时放在动词听的后面，课的前面。第三个，看书看了20分钟，这个应该怎么说？
这个可以说看了20分钟的书。下面一个，看电影看了一天。这个可以说，对，可以说看了一天的电影。最后一个，写汉字写了20分钟。这个呢，怎么说？对，是写了20分钟的汉字。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Let's move to the practice. Please describe the picture with complement of duration. 请大家用今天学的矢量补语以及老师给出的词来描述下面的照片。第一个照片，他在听音乐，有半个小时了。这个句子可以怎么说呢？对，可以说他听音乐听了半个小时。还可以怎么说呢？对，还可以说他听了半个小时的音乐。下面一个照片，他在踢足球，一个下午都在踢足球，怎么说呢？是的，可以说他踢足球踢了一个下午。另外一种说法呢？对，是他踢了一个下午的足球。第三张照片，他在跳舞，有2个半小时了。怎么说？是的，可以是他跳舞跳了2个半小时。再换一种说法。对，是他跳了2个半小时的舞。今天我们学习了3种矢量补语的用法。第一种，矢量补语放在动词的后面， subject plus verb plus complement of duration。 第二种，动词的后面有宾语，这时矢量补语应该放在第二个动词的后面， subject plus verb plus object plus verb plus complement of duration。 第三种，矢量补语放在动词的后面，宾语的前面， subject plus verb plus complement of duration plus the plus object. This time, we will learn the new words and another usage of complement of duration.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矢量补语的第四种用法，动词的后边有宾语，但是这个宾语是表示人的人称代词，比如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这时矢量补语要放在这些宾语的后边，比如他等了我半个小时，姐姐叫了他20分钟，妈妈找了我们一下午。矢量补语的疑问格式比较简单，可以用多长时间来提问， subject plus verb plus 多长时间，或者 subject plus verb plus object plus verb
plus 多长时间。比如，你每天锻炼多长时间？他工作多长时间了？他看电视看了多长时间？你学汉语学了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还可以放在宾语的前面。Subject plus verb plus 多长时间 plus the plus object。 比如，你学了多长时间的汉语？你睡了多长时间的觉？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他学了一年汉语。第二个句子，他学了一年汉语了。这两个句子看起来差不多。第二个句子比第一个句子多了一个了，在句子的末尾。那么这两个句子意思一样吗？如果意思不一样，那它们的区别又在哪儿呢？是的，这两个句子的意思不一样。第一个句子，他学了一年汉语，意思是他以前学习汉语，已经学了一年，但是现在不学了。第二个句子，他学了一年汉语了，意思是他以前学习汉语已经学了一年，现在还在继续学习。大家都明白了吗？我们继续来看一看。麦克是英国人，三年前来中国工作生活。来到中国后，他发现自己很喜欢中国人的生活，就一直在中国生活。那么这种情况用矢量补语该怎么说呢？是的，我们可以说麦克在中国住了三年了。因为麦克是三年前来中国工作、生活、居住的。来到中国后，他很喜欢中国的生活，就一直在中国生活，没有回去，现在还居住在中国。所以我们要说在中国住了三年了。再来看看小刚。小刚是中国人，三年前去美国工作生活。到了美国后，他发现自己很不习惯美国人的生活，所以在美国住了一年就回来了。这又该怎么说呢？是的，我们可以说小刚在美国住了一年，因为他是三年前去的美国，在那里住了一年，不太习惯就回来了，现在并不在美国居住，所以是在美国住了一年。句末没有了。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两幅图片。从晚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他都在写作业。到了晚上十点零一分，他的作业还没有写完，还在继续写。现在已经是十点多了，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对，我们可以说他做作业做了两个小时了。因为他的作业现在还没有做完，还在继续写，所以句末要有了。如果我们换一幅图片，昨天晚上他从八点到十点写作业，十点零一的时候他的作业写完了，看电视休息，那么我们又该怎么说呢？对，我们可以说他做作业做了两个小时，
因为他的作业已经写完了，现在不用再写了，所以句末没有了。好了，学了这么久，我们休息一下，帮大卫找找他的学生卡吧。大卫的学生卡丢了，但是不知道丢在哪儿了。请你帮他回忆这一天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去的，在那儿做了什么，做了多长时间。大卫去哪儿了？大卫去食堂了。大卫什么时候去的？他是早上7:30去的。在那儿做了什么？他在食堂吃饭了。做了多长时间？大卫在食堂吃饭，吃了半个小时。接下来呢？他去哪儿了？他去图书馆了。什么时候去的？上午8:30。在那儿做了什么？他在图书馆看书了。做了多长时间？从8:30到9:30，大卫在图书馆看书看了1个小时。下午呢？他去哪儿了？他去电影院了。他是什么时候去电影院的？他是下午1点去电影院的。他去电影院做什么？他去电影院看电影。做了多长时间？从1点到2点半，大卫在电影院看电影，看了1个半小时。后来呢？后来他去了游泳馆。他是几点去游泳馆的？他是下午3:30去的游泳馆。他去游泳馆做什么？他去游泳馆游泳。做了多长时间？从下午3:30到4:30，大卫在游泳馆游泳游了1个小时。帮助完了大卫，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练习。请大家用矢量补语完成下面的对话。Please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 with complement of duration. 第一个对话，小王还没来，你等他多长时间了？在这个问题里，动词等的后边是他做的宾语，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说，我等了他半个小时了。第二个对话，你的汉语怎么这么好？学了多长时间了？在问题里，动词学的后边没有宾语，所以我们的回答可以是，对，可以是我学了3年了。第三个对话，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在问题里，动词认识的后边也没有宾语，我们的回答可以是什么？对，可以是我们俩认识10年了。看来大家对矢量补语掌握的还是不错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一下第七课的生词。首先第一个生词，同事，请大家跟我读，同事。
同事，同事是名词，意思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人。我想大家都不只有一个老师，有的老师教你汉语，有的老师教你英语。如果你的汉语老师和你的英语老师在同一个学校工作，那么他们就是同事。请大家看这幅图片，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开会。这个说话的人是我，我的旁边是谁呢？对，我的旁边是我的同事，所以我和同事们正在开会。公司里每年都要进来一些新人，他们是我的新同事，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天公司里来了个新同事。我们现在还是学生，在一个班级里有很多学生一起学习，那些学生和你是同事吗？不，他们是你的同学。所以请大家注意，同事一定是工作的人。好，下面一个生词，以前，请大家跟我读，以前，以前，以前是名词 ，means before or ago， 它可以放在动词或者名词的后边，比如 One year ago, I can't speak Chinese。一年以前，我还不会说汉语。现在大家都会说一些汉语了。那么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上课要认真听老师说，下课以后要做什么呢？对，要复习和预习。Before class, we should preview the text。上课以前，我们要预习课文。没学习汉语的时候，你们了解中国吗？可能很多同学不太了解中国。那么现在呢？现在学习了一些汉语，你们可能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Before learning Chinese, I don't know China so much. 学习汉语以前，我不了解中国。以前还可以作为名词单独在句子里使用，它的反义词是现在。The opposite is 现在。比如，以前我在学校工作。以前我们不认识。这个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再来看看下面一个生词，银行。请大家跟我读，银行，银行，银行 means bank， 是一个名词。很多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后，一定要去一个地方，那就是银行。我们要去银行 exchange money， 对，我们要去银行换钱。那你去哪个银行呢？学校旁边有银行吗？学校附近有一家中国银行。请大家注意，我们可以说一家银行。好，下面一个词，感兴趣。请大家跟我读，感兴趣，感兴趣，感兴趣 means be interested in。 在汉语里，我们要说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感兴趣。比如，你对中国书法感兴趣吗？
是的，我对中国书法非常感兴趣。请大家注意，如果我们想使用"非常""很""特别"等一些副词，要放在"感兴趣"的前面，是对中国书法非常感兴趣。那你对游戏感兴趣吗？不太喜欢。对，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不感兴趣。你不喜欢游戏吗？是的，我对游戏不感兴趣。下面一个词，结婚。请大家跟我读，结婚。结婚，结婚是一个动词，means to marry or get married。我们都知道，结婚是要两个人的，所以在汉语里要说 A 跟 B 结婚。请大家注意，这里和英语不太一样。在英语里，我们可以说 marry me，但是在汉语里，我们不可以说结婚我。我们要说 A 跟 B 结婚，比如上个月小刚跟小丽结婚了，你们结婚了吗？啊，还没结婚呀？那结婚以前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因为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的爷爷奶奶已经80多岁了。他们已经结婚50年了，我的爷爷奶奶已经结婚50年了。再来看看下面一个词，欢迎，请大家跟我读，欢迎，欢迎，欢迎是一个动词，means welcome。很多外国留学生坐飞机来到中国，下飞机的时候会有人对他们说："欢迎你来中国。"如果你去饭店吃饭，饭店的服务员也会告诉你："欢迎光临。"所以，"欢迎"这个词是生活里非常常用的一个词。如果老师去你的国家旅行，你们欢迎老师吗？啊，欢迎老师呀，谢谢大家。好，下面一个词，迟到。跟老师读，迟到，迟到，迟到是一个动词，means to be late。在中国，一般上午是8点钟开始上课。如果你8:15才到教室，那么你就迟到了。为什么会迟到呢？啊，是起晚了呀，因为起得晚，今天早上我又迟到了。如果是8点钟上课，你8:15才到教室，那么你迟到了多长时间呢？对，是15分钟。今天早上我迟到了15分钟。如果你迟到了，老师会高兴吗？老师会不太高兴，因为你打扰了老师上课，也打扰了其他同学学习，所以迟到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7个生词，同事、以前、银行、感兴趣、结婚、欢迎、迟到，还学习了一个矢量补语的用法。动词的后面有宾语，但是宾语是表示人的人称代词，矢量补语要放在宾语的后边，subject plus verb plus object。Plus complement of duration。
This time, we will learn the text. 我们要学习第七课的课文。第七课有四篇课文，都不太长。先来看看课文一。在学习之前，请大家听课文的录音，回答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个漂亮的新同事是谁？第二个问题，他刚来北京吗？第三个问题，以前他在哪儿工作？好，我们先来听录音。课文一，在办公室。Text 1, in the office. 那个漂亮的新同事是谁？那是小丽。她刚来北京吗？不，她在北京工作3年了。以前她在哪儿工作？她在银行工作了2年以后，来到我们公司。好，听完了录音。大家有答案了吗？我们一起看一看。那个漂亮的新同事是谁？那是小丽。她刚来北京吗？不，她在北京工作3年了。以前她在哪儿工作？他在银行工作了2年以后来的我们公司。好，我们看一下课文一，跟老师读一遍。那个漂亮的新同事是谁？那是小丽。他刚来北京吗？不，他在北京工作3年了。以前他在哪儿工作？他在银行工作了2年以后来的我们公司。课文一发生在办公室，同事和小刚正在讨论新来的同事小丽。小丽在北京工作3年了，以前她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了2年以后去了小刚的公司。课文一不太难，我们来复述一遍。Retell the text.那个漂亮的女同事是小丽。她在北京工作3年了。来小刚的公司之前，在银行工作了2年。接下来再看一看课文二，还是先听录音，回答下面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周末小刚跟小丽去哪玩了？第二个问题，他们唱了多久？第三个问题，他们都对音乐感兴趣吗？好，听一下录音。课文二，在休息室。Text 2.In the lounge. 周末你跟小丽去哪儿玩了？我们去唱歌了。你们唱了多久？我们唱了2个小时歌，晚上还去听音乐会了。你们都对音乐感兴趣吗？他对音乐感兴趣，我对他更感兴趣。好了，听完了录音。是不是有答案了呢？
第一个问题，周末小刚跟小丽去哪玩了？他们去唱歌了。他们唱了多久？他们唱了两个小时歌，晚上还去听音乐会了。他们都对音乐感兴趣吗？小丽对音乐感兴趣，小刚对小丽更感兴趣。好，看一下课文二，跟老师读一遍。周末，你跟小丽去哪玩了？我们去唱歌了。你们唱了多久？我们唱了两个小时歌，晚上还去听音乐会了。你们都对音乐感兴趣吗？他对音乐感兴趣，我对他更感兴趣。课文二发生在休息室，同事和小刚在聊天。同事问小刚周末去哪玩了，小刚说他跟小丽去唱歌了，他们唱了两个小时歌，晚上还去听音乐会了。因为小丽对音乐感兴趣，那么小刚为什么也去呢？因为小刚对小丽更感兴趣。小刚说，我对他更感兴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小刚喜欢小丽。好，我们来复述一遍。Retell the text. 周末，小刚和小丽一起去唱歌了，唱了两个小时。然后他们又去听音乐会了。因为小丽对音乐很感兴趣。接下来看一看课文三，先听一遍课文录音。课文三，在休息室。Text 3, in the lounge. 我跟小丽下个月结婚，到时候欢迎你来。什么？结婚？对啊，突然吗？你们不是刚认识吗？我跟他都认识五年了。你跟他结婚，那我怎么办啊？再跟老师读一遍课文。我跟小丽下个月结婚，到时候欢迎你来。什么？结婚？对呀。突然吗？你们不是刚认识吗？我跟他都认识五年了。你跟他结婚，那我怎么办？课文三发生在休息室，小刚和同事在聊天。小刚跟小丽打算下个月结婚，准备邀请同事来参加。同事觉得很突然，因为他觉得小刚和小丽刚认识，
但是小刚说，他跟小丽已经认识五年了。有三个句子，请大家根据课文的内容判断是对还是错。第一个句子，小刚跟小丽打算下个月结婚，对吗？是对的，因为课文里小刚说，我跟小丽下个月结婚。第二个句子，小刚跟小丽认识不久就结婚了，这个对吗？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小刚说他跟小丽都认识五年了，所以不是认识不久就结婚了。第三个句子，同事不喜欢小丽，这个对吗？这个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课文里说，你跟他结婚，那我怎么办啊？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同事也喜欢小丽，但是小丽跟小刚结婚了，他很伤心。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课文四，先听课文的录音。课文四，在公司门口。Text 4, at the exit of the office building.你看看手表，怎么迟到了？没迟到啊。你不是说七点半来接我吗？你迟到了一刻钟。现在不是七点半吗？已经差一刻八点了，我都在这儿坐了半个小时了。不是我迟到了，是你的表快了一刻钟。再跟老师读一遍课文。你看看手表，怎么迟到了？没迟到啊。你不是说七点半来接我吗？你迟到了一刻钟。现在不是七点半吗？已经差一刻八点了，我都在这儿坐了半个小时了。不是我迟到了，是你的表快了一刻钟。课文四发生在公司门口。小丽正在等小刚，小丽很生气，因为她觉得小刚迟到了，让她在这儿等了半个小时。但是小刚说他没迟到，因为是小丽的手表快了一刻钟。在这里，你的表快了一刻钟，意思是说，你的表比实际的时间早了。如果说现在是八点钟，你的表是八点十五分，这样你的表就是快了一刻钟。那同样的，如果现在是八点钟，但是你的表是七点四十五分，那说明什么？对，那说明你的表慢了一刻钟。好，请大家根据课文内容判断下面三个句子是不是对的。第一个句子，小刚迟到了一刻钟。
这个句子是错的，因为小刚并没有迟到，是小丽的表快了。小刚到的时候正好是7:30。第二个句子，小刚和小丽约的时间是7:30。这个句子是对的，因为小丽说，你不是说7:30来接我吗？从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约的时间是7:30。第三个句子，小丽的手表快了一刻钟。这个句子也是对的，好了，学完了课文，我们来做一些练习，请大家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绘图片。 Please describe the picture with the words we learned. 第一个，都差5分12点了，快去睡觉吧。在这里，这个时间是差5分12点，也是11:55。B 说，我再玩10分钟。你已经玩了好几个小时了，不累吗？我什么打游戏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图片里，他很高兴，很兴奋，不累。所以是对打游戏特别感兴趣。再来看看下面一幅图片。喂，你在哪儿？我已经等了很久了。很久就是很长时间的意思。对不起，我可能要迟到一会儿。迟到我们知道就是来的比较晚。需要我去接你吗？好。在第七课，我们学习了3种新的时间的表达，分别是半、刻、差。我们也学习了4种关于矢量补语的句型，还学习了一些生词。希望大家下课以后能够及时复习。关注我们，让中文学习变得轻松又简单。下节课再见，拜拜。